他也不可能把你看成他。
他们说的，这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对，而且我一年后不一样，我一年后不一样，你不用一本书，我就不会太弹琴，之后就短时间，对，一年后就学这个怎样磨刀，对对对。说点东西，他就是好声音，对。还有就是你不能以为听懂我当球，就觉得当会生机。那句话就有什么可以？那句话在上一期那里讲的，里面那个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OK。